2023年跟着梦丽姐一起爱健康。现在呢，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基隆我妹妹的家里。我妹妹现在一个人居住，所以说她把她的房间呢，都整理得很舒适。梦丽上来基隆两天，也可以让自己就是散散心。那我今天呢，利用一点时间，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晨燕的日用品。就是我每天都要携带在身上的桂花膏。那这一款桂花膏真的回购率非常的高，有很多顾客都是网路来询问然后购买的，所以说桂花膏就是小兵立大功，然后我们随时带在身上啊，就是有备无患。那因为很便宜啊，一瓶才257块左右，那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携带一瓶在身上。那重点是因为晨燕的产品啊都是富含植物营养素的，它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的成分，也不用担心。那因为这一款我们改包装之后呢，桂花膏以前是一盒12瓶，那现在我们把它改成一盒6瓶，那你在西单上啊又更方便了。那我们来分享一下，就是桂花膏。桂花膏的话，就是说因为它里面富含的成分呢，就是桂花、薄荷，还有就是现在改成蜂蜡。那蜂蜡的话呢，如果说你放在车上啊，它就比较不容易融化。那平常的话呢，大家上班都很辛苦，都很累，那有时候可以擦一下来醒醒脑。我觉得啊，这一款桂花膏对于我们晨燕来讲，它是历久不衰。因为晨燕来台湾已经有36年了，那有晨燕之后呢，一直就是有桂花膏，而且每个人呢都很喜欢用我们晨燕的桂花膏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梦丽就是希望说，各位可以准备一瓶在身上，因为蚊虫很多。最近呢，高雄的登革热啊也是很多例，然后只要有登革热，周家就是周围的这些住户啊，都要全部做一个大消毒。所以说我们自己也要保护一下，然后平常的话，如果是在户外运动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能够穿长裤保护一下自己。然后小朋友如果去公园啊，或是出去玩的时候啊，可以跟我女儿一样啊，帮小孩都穿防蚊裤，这样子的话至少就是可以稍微保护一下我们不要得登革热。然后平常的话呢，就可以使用我们晨燕的桂花膏来保护你自己哦。以上的话呢，就是梦丽姐再次跟大家分享晨燕的桂花膏，希望这一款产品能够照顾到你，谢谢。